这两个都扔出来看。最小的，最大的。哇哇！这不是两倍身高啊，兄弟！这他妈是一个迷你，我原来我的是迷你卡比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只是这个抓到的比那个野生的看的大多了？太搞笑了！感谢这个 NAB 啊，还有那个桂花味月兔，这以后小的就别用了，还用什么小？这个大的我是无敌，用大的40多级。哎，这个还会躺下，怎么回事？别的精灵好像没有这种动作。Hello， 这里 Sophie 时代，今天是第三天，欢迎收看我阿尔宙斯的第七期视频。我们要去捕捉巨大的灵族啊，头目级卡比兽，提供多种捕捉方法。分为战斗捕捉，还有直接捕捉。我当前的调查星级为4星，队伍平均等级35级。哇，就在这前面啊，这个好大呀，不是一般的大呀，兄弟，谁能跟他刚一下？哎呦，先存档吧，存档，然后先标个点，在这个就前面这个位置，您不能再放大了。哎，我要不到那边，我干嘛要在这边？我傻！我去！我操！一个踉跄，一个踉跄死掉了。哎，我从哪里不回？我操，还在我后面！你烟弹呢？我的烟弹呢？多增几个。哦，这样还是中不了啊！他都已经在吃了。他不走了，好烦人！哦，走了走了，是这个吗？蔓莓果可以吗？那就扔这个了，那个成成果就别扔了。哎呦，我靠！怎么这么倒霉？有个那有个高度的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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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回中了，是扔的，刚才是扔什么果？蔓莓果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差太多了。你看大的是多少？938公斤，3.57米，就是头目啊，这是头目。然后不是头目是只有1.8米，我这个只有它的1/3体重，然后1/2身高。如果你们看了我之前的视频，抓到了小卡比兽的话，小卡比进化需要亲密度满，然后手动在精灵界面给它进化。亲密度的话，带在背包上面多升级就可以了。这只是我之前用的卡比兽，我现在要换那个大的了。等一下还有战斗捕捉的方法，直接上木枭，直接干他。刚猛，他先动我，那我这不是直接死了吗？我之前用三连剑是怎么放开的？还没打都要死了，得从他背后扔球打他。这个战斗也是可以背袭的。从他的，现在我只能强行干他。
暴力龙的捕捉方法也看我之前的视频啊。哎，也行也行啊，击中要害了，伤害还挺高的，暴龙很牛逼啊。我这只暴龙也挺牛逼，能跟高十级的精灵在这里，高十一级的领主在这里打了半天。暴龙真的他妈牛逼，刚猛了，我就没了。下一个上什么？如果上小火马，他现在刚猛以后，说不定顺序很慢。我现在有机会催眠，但是他现在不是红血，很难受。催吧，催吧。闪光小火马的捕捉方法也看我之前的视频。睡着了。下一回合还是我的回合，这回合。是打呢还是丢球呢？去，我还去，还差一点血。你要抓一个这么累，中不了啊！太恐怖了，看来又要被团灭了。现在又是电光一闪，跟刚才一样的剧情，只要第一回合木消白给了。电光闪，他还是睡着状态哦，还是睡着红血睡眠，这个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又是战斗中啊，其实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超级球跟那个超重球一样，我是数字版，我是任亏炫幻，我中了红血，叫什么？红血催眠中了，牛逼！两个球中了，捕获头目次数二。刚才有舰长说要我帮他抓一只，再抓一只，上吧，暴力龙，先上暴龙，准备给他重塔一下。重塔，来了，我要顶不住了。哇，怎么这 AI 是有智能的吧？它每只精灵，之前我抓的第一只是什么火焰拳，后面抓一个是冰冻光束，这只什么十万伏特卡比兽，直接把我四倍给电死了。现在可以啊，我已经重塔打出来了，橘色塑胶还能动一下，赶紧三连剑。三连剑给你致命一击啊！就打了这么点，什么三连剑？完了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！主要这个十万伏特真是，没想到有什么十万伏特，十万伏特是什么鬼东西？打不过了，现在只能就上这个。我这边高等级精灵太少了。迅疾咬碎，直接普通咬碎了，还可以。下一击，下一个就用迅疾咬碎。红血 ，nice。等一下上小火马就可以了。等等我，下面那个小火马能不能有出手机会都不知道。感觉不一定，这只能强行上，真得练一个什么精灵，这小火马说不定得练到最后有催眠术啊，催眠术这个太厉害。哎，是我先动，哎，那可以啊，迅疾催眠，为什么催眠也可以迅疾啊？哇，是这样子哦，刚烈迅疾，刚烈催眠术会增加命中率，看见没有？本来70变成90，那直接刚烈催眠。啊！刚烈催眠没打中，90命中没打中，我操！这是你妈，本来这只都稳了，还什么刚烈催眠？
这回你说我还用不用刚烈催眠术？刚烈催眠术90%命中，不刚烈是70%命中。然后我刚才刚烈是没命中，刚烈吧，刚烈吧，90%啊，总不可能老是不中吧？中啦，刚烈催眠术中了。哦，我准备换一个精灵。哎，你为什么还能动啊？睡着了还打我？那没机会，只能睡一次啊。接下来沙奈朵。肉盾精灵上场，等级压制，虽然他不听话，这剧本都已经写好了，刚才失败了好几次，这回我们扔这个超重球吧，有人叫我扔超重球，叮咚一球。剧本写好了就是一球，现在效率高起来。捕获到三个头目，它也会增加那个条件。难道超重球真的有增加概率吗？啊，因为但是我是已经是催眠加上红血都已经弄好了。回去，那个酒精，你能什么时候能换就什么时候换，我还得加去。我上演一个很奇怪的剧情，真的。这是儿子啊，然后左边是爸爸，左边爸爸，右边再放一个，拍一个照片。OK， 这期的第七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这里扫米三台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今天有好几个视频要出，昨晚玩了很久啊，可以录个像。